式，你看啊，四五分之四乘以五分之二，所以四乘以八等于多少？那四乘以二等于多少？二四得八，五五二十五，所以最后结果是多少？八和二十五。还在做倍数吗？对，五八乘以九八，这个八和八能不能？可以吗？不可以。可以。可以可以。八倍。所以最后等于多少？上面剩下五和九。对了。妈妈。嗯。你知道那个成语的那个 trick 吗？知道，你说吧。OK。是给九。再算一个。你等一下，你先算完这个题，再做成语，九九乘。对了。八和八消掉。Correct。对。再做下一题。妈妈再做一个新的题。妈妈，你要不告诉你那个？这个吧。呀，待会儿你告诉我，怎么？太小了。这个吗？也可以。那我觉得刚好相反，对，对，对，是什么 ？Apparently， 怎么说 ？Least to greatest， 对了，这么简单，可是太简单。OK。